宝贝们，你们最期待的连体裤来啦！大家好，我是 Peggy， 我是 Lintang。对，这一期就是要为你们介绍我们的 Five Label 连体裤。OK， 来，现在呢要给你们看看领子的设计啊。领子设计呢，这边是一个大大的镂空洞哦，但是呢不用担心，它是刚刚好盖过胸线的，完全不会说怕走光性感那种哦。然后它这里呢是另外一个做了一个纽扣设计，我们也是可以打开了，但是呢扣起来呢就可以比较看得到它的特色咯。至于袖子方面呢，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展开的袖子，就是呢展开袖子是完全不会包着手臂，它就是这样子松散的感觉，好像那个伞，我们讲伞裙这样子的感觉来的。对，你可以看到我，对它，而且活动起来呢是很舒服的。你看我手可以一直好到很多。是的，身上穿着的呢是黑色的 M size 哦，我的胸围是37，腰围30，然后臀肚腩的话33.5寸，臀围38寸。M size 是刚刚好 fit 身的，我穿起来它就不会有松动的这个，对，因为它的面料是属于不是弹性的那种。然后呢你们可以看到呢，黑色的你可以看到一点白色的小点点这样子的，像一定因为它浅色，它浅色的关系，它示范给你们看看它的那个上面的印花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宝贝们可以看看，我现在穿的是米色，它的花呢是全是松叶的樱花，它松叶呢是黑色的，我说我是靠近一点点的，看到吗？它就是比较细腻那种，比较点缀点缀，它也不会是那种大花朵的感觉，所以呢这一个呢是一个比较清新的感觉来的整件。OK， 来我继续讲一讲细节给你们看看呢。至于腰身以下的部位们，你们可以看起来一点 A 型的，所以呢看起来就是显腰小，然后臀围呢不会包臀，可以看到我38寸的臀围呢完全也不会包住的，就是整体看起来是很修身的。另外呢类似裤呢，我们还有配了我们最喜爱的口袋，对，就是我们出门呢也是放电话 IC 那些都很方便的，就是就是这样子放口袋里面就可以随身走了咯。我黑了，我换了褐色，褐色呢它的胸垫一样是黑色的哦，能可以看到吗？就比较深色一些，它的整个感觉是比较低调的哦。我的胸围呢是34寸，腰围28寸，男34，臀围36的。我现在穿的是 S 三，感觉那些米字也是 S 三，穿起来是整个是刚好的，是 fit 的啦，就是它是每，就是它是刚刚好的。对，以一定的身材来讲，穿 S 刚刚好的，是的，对的。然后呢这款面料呢，对，这款面料呢虽然它是说没有弹性的，但是你可以看我们穿起来的活动呢都是很方便的，它就是完全不会有那种好像被绑着的感觉，它穿起来就是也不会说包住啦。是的，然后尤其是裤脚的设计，我很喜欢这款的裤脚设计，因为看起来那个腰围真的是太小了，可以看到下面一点像 A line 的设计，就 A 字型的 A 字版型还可以算是，所以看到我们的臀围是比较小的咯。是的，然后呢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 Five Label， 有三个颜色，就是刚刚一定有示范的，第一个是米色，现在他身上穿着的是褐色，还有我身上这一款黑色，三个颜色呢都有它的特色的，因为它的像我深色嘛，深色它配的那个印花呢就是白色底，所以看起来就是那个花朵会比较明显一点点的。So size 呢就是一样会有六个尺寸 ，S M L X L W X L 到三个 X L 哦，这一款是。宝贝们，如果喜欢我们这款连身裤，记得我们网站下单哦。是的，如果你们是在赛上面呢有任何疑问呢，或者是有其他问题的话，直接到 Facebook 找我们的客服，他们会帮你解答你们的疑问的。好啦，这一个款式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